冬天来了，你们家需要劈柴了吗？可以找我啊，四根五十公分长。用胫骨啊，把这个树砍断它。男人一定要硬，到底有多硬？少吃点啊，肥仔。好，走开。吃完再吃啊。六六六，睡了啊，好不好吃啊，肥仔？下次再，这个是这个部分已经踢了六腿了啊，现在我来结束它。我操，刚好低电模式，你这个好像没录到啊，好像。不会吧？慢动作啊，看一下，击破。挡得住吗？20年的腿功是白练的，小兄弟啊，让你看一下什么叫快速。今天我有几个扳手啊，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啊，穿鞋这样打滑。666，感谢替榴莲专业户啊，全网第一个。干就完了。干就完了啊。四个全部搞完，花时间。